兄弟们，最近后台经常有人催更啊，为了更新这期视频，为了不断更，为了你们的电子榨菜，今天凌晨两点我就起床了。这是什么精神？这是敬业精神，这是匠人精神。如果我是他的粉丝，毫不吝啬就把这个赞给先点上去了。兄弟们，两点多集合，我以为是之前那个好吃的大组啊，结果来了才知道啊，是个这个网大，这个造型也能看得出来啊，特别像唐鬼的捕快啊。兄弟们，这个衙役也是一样的啊，凌晨七点啊，也是需要打卡上班的。兄弟们，凌晨七点的开封府，走。兄弟们，原来古代也讲究这个微笑式服务，刚导演讲了，不和狄大人来的时候，微笑式服务。狄大人，感觉我要巴结他似的。狄大人。对，你跟见到亲爹一样。我要巴结他是吧？我有把柄在手上，我巴结他。我狄大人，元芳不在，你看狄什么大人？一边可不敢胡说啊！兄弟们，据我这个人脉得知啊，下午就要拍牢房的戏，我们应该会早收工。兄弟们，两点钟来的，12点收工啊！人脉这个消息啊，还是挺灵通的。开饭了啊，盒饭领到了啊，王大的盒饭还是可以的啊，两荤两素，来看看菜系怎么样。菜系还是可以的，两荤两素，市场价14块钱，两荤两素，改一下。老婆吃完了。对啊，改两分。啊，我是红烧肉。肥的流油，哇！我再拿一个，哇，这好吃！第一次觉得肥肉都很好，油炸大虾，啊，一口油。还是愿意来网吧，盒饭，冬天都一样，盒饭还不一样，兄弟们，撤了，打完之后赶紧看看有没有桌子，桌子在哪一块。